再不来就没有这么多了，还要额外再给你加一个多功能刀架盒。这款加厚的大单槽给你们带上一个可抽拉的水龙头，带上一个洗菜的小盆，带上一个沥水篮，带上一个实木菜板，带上一个防堵防臭的下水器，带上洗洁精龙头，还有全套的五金配件。5.0 的厚度，单盆14斤，承重4500斤，盆内还是左高右低设计的大单槽，给你们带上盆中盆和沥水篮，加上一个三出水可抽拉的多功能水龙头，洗菜沥水特别方便。实木菜板往上面一放，还可以在上面切菜，洗沥切直接一步到位。这样的水槽您会喜欢吗？很多朋友说收到我们家的洗菜盆不知道有些什么东西，今天给大家录一期开箱视频。下水器有的，洗杯器也是有的，还有洗洁精的龙头，冷热水的搅阀2个，洗菜的小盆，沥水的篮子，再加上一个三出水可抽拉的水龙头，重力球冷热水管也都有，再加上实木的切菜板，最后是这个加厚的大单槽。水槽是4孔位龙头的设计，左中右都可以安装。盆中盆的设计，小盆、沥水篮、菜板全部都可以放在上面，洗、沥、切一步到位。